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2月4号的股市 Wonderful， 我是阿德。我常常讲说，你如果走过路过，真的不要错过，因为机会又来了，机会又来了。那个机会的话，你真的要把握，因为这一波涨了1400多点，很多人都没有把握住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都在等什么？解套。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解套，对吧？啊，不然就是一直期望说什么航海王哦再起，对不对？我还遇过了，你不要生气哦。我还遇过很多人都说哈，那个国巨啊哈，会不会到1300？我说1300你赚很多吗？那没有，解套一点点，少赚，小赚一点点，因为它有除权息嘛，对吧？那我只能跟你回答说，每一次流行的都不一样啊。每一次流行的都不一样，这一波流行的是什么 ？AI 啊！啊，你说怎么可能？我 AI 也套住哎，怎么可能流行 AI？ 来，我给你看一件事情哦，你先来看今天的指数，跌16点，明明用明明是谁？明明是白白的哥哥，不是？明明今天哦，小跌哦，贵买指数哦，小型股再涨，小型股哦 ，OTC 哦，再冲高，可是大盘就是硬生生的给你跌16点，而且今天是有量的下跌哦。用老师3200也算有量，对啊，平常都2000多啊，对不对？涨也2000多，跌也2000多，哦，什么大涨啊，什么的，都差了2-3千亿而已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那今天算有量，跌16点算有量。那重点出在哪里？出在今天哦，连，莫老师要讲哦，要讲，因为很多 VIP 都听过了，对吧？你如果在阿德的那个官方网上的话也都知道了，那我就讲给各位听，今天连政府都不敢出手，政策不敢出手让16点往上。老师为什么？为什么明明就拉个一盘就翻红了，他为什么不敢拉？所以呢，这是机会啊。老师你讲到这里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如果你在股票市场，你来看新的晶片禁令，美国说要来台湾说清楚啊，所以呢，来我再跟各位讲一次，他说要来台湾说清楚，叫你什么不要误踩红线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那所以说连台湾现在要选举哦，今天哦小跌16点哦，今天 OTC 是涨的哦，可是加权指数我们的上市哎却跌了16点，为什么不敢拉？为什么不敢拉？你看看，比如说哈，比如说你不要生气了哈，比如说台湾政府说，哎，您这您这政策哈，不要影响国家呀，安怎安怎？我跟你讲，我告诉各位啊，台湾有很多企业，包括人民一定出来哈，拳拳叉叉政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来，你看，这美国的商务部哦，他跟你讲说，哎，回答，我这样用白话讲。趁钱哦，你想要趁钱，我紧，唔忙影响国家安全哦。一句话呢，就把你气落去啊！你降规也不行哦。如果你再降规，我明天一样照进。所以呢，
合理吧？合理。涨不上去就是涨不上去，为什么才十六点？为什么不拉？很多人问说，我都知道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强势的什么一个政治政策，然后台湾他就不敢涨，是吗？如果不敢涨，来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上市对不对？来，我上市上柜，通通给你看，涨停几家？涨停几家？涨停三十几家。那我请问你，敢不敢涨？敢。涨什么？小型股，对吧？所以现阶段，如果你要利用这一次机会再赚钱的话，你要找什么？先预告啦，你要找这个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好，所以你如果相信阿德，阿德就跟你讲了，没错吧？那这是小型股嘛，接跌啊，接跌啊。可是我要问各位，十月二十五号，我就问你一次而已。你如果打电话进来或加赖进来，那我请问你，145%是不是很轻松就到手了？对不？你说145%。老师啊，这无厉害啦，有人讲伊买30块啦，我咧真笑咧，30块，你上加30块，我你咧30块，对，啊，咱卖去讲，咱卖去批评别人啦。我来讲，我们在股票市场，如果是你是有钱人，其实你心知肚明啦，对不对？做股票要有证据的嘛，你没有证据，乱讲一通，当然啦，我知影足侪人吼。都在看电视，都看阿德的时候，阿德啊，来你讲，我伫上家买啦，上家是30块4角啦。对，我来你讲，我买30块，冇足侪人信的，你要相信冇？可是做股票不是这样啦，所以我咩来你讲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从现在开始，刚才阿德讲大盘，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样？就是这样啊，就16点，为什么政府不敢拉？所以我们做事情，我们都要知道说什么一个美感。有钱人在股票市场是不是很会赚钱？是啊。你以为他们有钱就能赚钱吗？不是啊。股票市场是在比什么？对吧？如果你的想法思考是对的，那我请问你，我再问你第二次，十月，对吧？那我请问各位嘛，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如果26号进来，25号你拿到，26号进来，就算你买啊、哦，不要说26号买，27号、28号，好，你晚几天买，这超过一倍的涨幅，你赚得到吗？赚得到。所以说我问各位第三次，我把它总结，为什么安国可以140几%？很多人在抢着说他有安国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是重点啦。今天安国跌了，不会有人在讲的啦，不会有人在讲的啦。那阿德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啦，我也不是在跟你们讲说我多厉害，因为我不需要跟各位证明嘛。因为你25号如果有打电话或有加赖的，我就问各位第三次，请问谁没有赚到钱？谁没有赚到钱？又给你的不是90几块，不是100块呢，我给你的不是这个位置嘞，对吧？我给你的是多少？40.7。你说老师，我买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，好，买50，都是铜板价，好吧？我不要赚145%，我赚91%，可不可以？不用，我赚43%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个都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我问各位一次，再一次，很多人在讲说，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次？因为你今天看这个节目，如果你把它想象是10月25号，我送给你的安国，等一下的股票你要不要拿？因为你就是没加入阿德的 LINE， 或者就是没有打这一通电话。所以你错失了145%，你说对不对？
所以你要不要加入阿德？就他加入阿德嘛，阿德给你的是真的可以买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过去了不用再讲了，过去了再讲那干什么？我们来讲另外一档叫英广，今天续涨，了不起吗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今天跟你讲英广有什么了不起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只问各位，如果你看到阿德的英广，我是不是9月26号星期二送给各位的，对吧？没有错吧？而且我给各位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给各位说，来，你拿到英广，你电话就打进来，你电话打进来。但我现在问你，第一次英广你电话打进来的人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赚到钱？英广，你就电话打进来，请问一下，你就电话拨通，有没有赚到钱？9月26号在这里，当天还收黑，当天还收黑，9月26号当天还收黑。所以说我要问各位的一件事情，我给各位是不是马后炮？不是，你就拨通电话就好了嘛，你拨通电话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拨通电话，请问一下，这不是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可以买得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跟你讲说，我们要赚钱，你跟着阿德好不好？你说我老师我要跟着大咖，可以，你跟着会赚钱的大咖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啊，31.7，今天续涨一倍超过了。那我请问你，好不好赚？好赚，很好赚。为什么那么好赚？因为你拨通电话就有。我请你来讲，不用猜，拿会喷的就对了，拿会喷的就对了。那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相信阿德？如果你相信阿德，来。阿德再强调一次，强调一次，相信是不是从一档新的股票开始？来，如果你英广觉得也阁无够盆，对不？来，觉得安国也阁无够盆。如果现在大盘，如果假的，假设啦，接唔起。全职股不涨，那我请问你，全职股不涨，如果政府又要做多，那小型股飙不飙？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就好了，你今天如果丢个5亿进台积电，5亿，你有5亿，今天市价就买台积电就好了，台积电、国燕，我要收哦。阿德老师啊，人家靠30-40亿才会当有两三栋尔呢，对吧？那你五亿要干嘛？如果你有5亿，你买台积电，请问一下会不会动？会不会动？老师，真笑哎，对嘛？所以你再看一下。11月2号，请问一下，我有没有给你金利科？我外国人在讲像这种公司啊，讲什么3.5倍啦，哦，在做什么 IP 的，或者是 IC 设计的，或者在无工厂的 IC 设计的，讲那什么他们的财报讲会3.5倍啊，我讲那算啥？那不算什么啦，那不算什么啦，我们台湾不用3.5倍。对不对？吓死一堆宝宝，你们相信？所以我给你11月2号，好哩，就给你。请问一下，你打电话进来，买得到没有？买得到，买不到？那我就问你，买得到，买不到嘛？买得到，买不到嘛？我就不跟你讲说啊，嘿，想给我买啊，我再跟你讲，没有，我就直接。江波图给你看，对，这是江波图，对不对？这江波图直接给你看啊，你去对看看，
买得到买不到啊？好了，不用我说买在这里啦，不要说买在这里，买在这里可不可以？买在这里可不可以？啊，好了，买在这里好不好？你讲你我赚30%的，哦，我要赚70%就好，随便你，只要你打电话进来，他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一直跟各位讲说，那这种股票为什么那么不飙？你有没有想到？阿德哪里讲？再讲一次。啊，为什么他飙？你相信我啊，因为伊足俗的，对吧？所以讲，你要建这一支小资本的嘛。金立科是不是小资本？金立科是40亿的股本吗？还是80亿的股本？龙老师都不是啊，4亿多，对啊。经历一个4亿多的股本，所以你现阶段如果政策还做多，他们不敢压大的，因为全职股现阶段人家来讲了嘛，已经讲话了嘛，对不 ？IC 设计人嘛，公威啊，2454，人家讲话了嘛，美国讲话了嘛，啊，你过来啊，你得拢了去啊，对不？全职股你得拢了去啊，没有什么作用啊。欸，但是同板股欸不一样哦，真正无同哦，你看啊，你来看啊，对吧？你如果10月6号拿，请问一下买得到吗？用老师，那个10月6号我拿到了，要隔天拿，来你来看，10月6号底价，隔天还翻黑，隔天还翻黑。那我们就好，不要看这一段哦，请你这里随便买都赚，随便买都赚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看这样连喷的嘛，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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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要跟你讲这个，讲这个没意思嘛。我就跟你讲哦，我给你的时候隔天还可以买。你说好，老师老师，一个月可以买，可以。那你有没有买？如果你有买，安泰哥飙不飙？啊，老师好厉害哦！所以我就你不用惊，不用怕。如果你觉得现在行情不好，那你想一件事情，你就想一件事情。我不是叫你买1000多亿的股本啊，我叫你买3亿的，可不可以？对嘛？我不是叫你买300亿的，1000亿的没有，叫你买3亿的可不可以？买6亿的也可以啊。所以你不要怕嘛。现在我就跟各位讲说，哎，如果你是有钱人，你想想看，阿德推荐的不标都难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很多人都说礼拜五嘞。给你嘛，请问一下，他今天有没有亮灯？有哦，啊 ，VCR 我不放了啦，这一档我先开给各位 ，VCR 改天再放，因为你们这个我写这样的，你们还看不懂吗？写成这样了还看不懂吗？好来。亮灯涨停，哎呦，老师这么说了不起，一支而已，对吧？一支而已嘛，宏基是一支而已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。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看过阿德的股票，今年2月23号，我送你不？2月23号在哪里？那在这里。你可不可以赚到1倍多啊？可以啦，啊，老师啊，这不要再讲了啦，这个我们都看过了。好，重点来了，如果你相信阿德，你今天这一通电话你一定要打，你把它拨通，你相信阿德，
不要说宏基资那个160%、啊，那个过去了那么久了，再讲没有意思了啦。安国、啊、超过一倍，讲、啊、也没意思啦。金利科超过一倍，讲也没意思啦。都讲那个超过一倍的那个都过去的，我现在跟你讲说，相信从这一档开始啊，好，今麦来，我今麦请教各位，请教各位，如果你电话拨通，阿德给你的股票，如果超过20亿，你不要买好不好？如果股价了哈，超过50块，你也不要买好不好？好嘛，对嘛，我们就这样讲嘛。所以说我找出来的。个头虽然很小，但是爆发力很强，对不对？吓死宝宝了，因为小资本你要翻倍啊，想不想？想不想要？用老师建越翻倍，我都会觉得他的基本面我不喜欢，那你参考。阿德推荐的不标都难，电话拨通一起赚。我没有说你赚或是我赚，我们一起赚好不好？你跟着阿德跟好。今天星期一哎，今天12月4号哎，今天是12月初哎，所以我给你叫铜板大标股，打电话进广告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，你可以不予理会，也可以提前防备。你可以一意孤行，也可以起身远离。See you。你可以掉以轻心，也可以谨慎小心。记得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经济部水利署，苦口婆心你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你有拿到了哈？你有拿到？如果你有加入阿德的 QR code， 一样可以拿得到，对不对？电话拨通，那。现在很多人拿到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，哎，老师啊，是不是过来这块，对吧？那一块市场大不大？大，有在做这一块的，几乎90%都大赚钱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好，来，我请问各位，安国我给你的时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不怎么样。现在每个人都有讲，很多老师也要讲他买30块的，啊，你有无？30块。感觉未伤咸嘛？30块，伊上加30块四降呢。好，那么恭喜啦。那我请问银广好不好赚？用老师，我们把它遮起来，好，随便买。我们把涨的遮起来，你随便买。请问一下有没有赚？来，我们把涨的遮起来，你随便买。我们把涨的这样超过一倍的，我们把它遮起来，随便买，对吧？
来，我们这一档股票，这是第二次介绍的。第一次我说你把它遮起来，随便买，是不是赚160%？好，重点不在这里。我好你的，你有感觉啥？啊，啥都无讲啊，但想不无讲，都嘛一样，哪里一样？都告诉你，这只是小只的，一不一样？个头小小，但爆发力很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样？好，一样。所以说，刚才你有看到阿德写的那个云端那一块有没有？老师，阿德该睡觉哦，不用，因为你们都懂了，阿德讲很多了，你只要相信这一档股票就好了，你只要相信这一档股票会让你翻倍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电话你把它拨通，阿德推荐的不标都难了啦，是不是？因为市场上大家都知道阿德为什么喜欢乱画。用老师你都在黑白话没有，阿德是故意画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翻倍？如果你想要翻倍，那你就打电话，电话拨通，我们一起赚，好不好？铜板大标股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